听众朋友早安平安，欢迎收听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事，我是浅秋。今天呢，本来谢龙介委员是要到我们现场来的，但是因为台风来啦，他要留守在台南，而且交通这样子也比较安全一点。我们现在立刻连线的是谢龙介，龙介先。哎，老师啊，浅秋早安，各位网友大家早安。啊，今麦恁遐情形安怎？无风无摇，啊嘛无倒大树。等到长有落雨哟。昨下晡迄阵有落雨啦，但是我了昨暗当我当伫台北拼着啊。我本来为着下早的节目，所以我想讲昨暗啦，当台北直播吼，啊结束下早去你遐了才转来，结果看风势歹，吼、哦，这个台风啊，气象图看起来来势汹汹啊，一龙治九水，所以我赶紧的，我昨就转来，把屋前屋后一挂迄个落地。排水啦，排水，我查有树啊，它我拍到紧青青的，所以迷雾丢苗啦，不啉卡骨正啊，未雨绸缪。风雨听起来这报道惊死人，这个下底虽然无笑死人，但是这是风必然紧张啦，但有要准备还出太阳啊。哦，但是事实上，这个到了中午，大家就知道了。这半是真正，我看起来是水汽蛮饱满的啦。哦，听起来这是真正真强啊。这个是我在那个美国的一个网页 Windy 哦，它的网页现在台风的位置就在台湾宜兰的东南面的海面上，台风眼哈、哦，其实外围都已经完全笼罩整个台湾了。那慢慢预计在中午以后，这个风量雨量都会变大，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哦，不要掉以轻心。可是那个台风政治学哈、哦、啊，是跟龙介先聊一下，昨天好笑，因为大家网民们嘛，当然很多人想要放假嘛，不想上班上学的哦。但昨天最早除了宜兰，因为宜兰一早就知道哦，他即将在宜兰登陆，所有的气象的预报跟预判都是如此。但大家新北啊、北北族就这块风圈内的哦，都是大概晚上八点一起共同宣布。哎，只有一个县市好暖哦。我其实刚还在查到底是几点，因为有人告诉我六点多，有人告诉我七点哦。不过比较明确的预判，大概至少七点半以前，他就已经抢先宣布高雄放假。但是高雄呢，其实也是到下半天之后，甚至深夜才会慢慢的被影响到，他根本不在暴风圈内，哇，就赶快抢着要放假，好暖哦，这也是大家在笑啊。我听到戴立刚还说，在高雄这先放也太夸张吧，有风就先放假啊，晚上再继续放啊，就通通放算了，那也太离谱了吧。戴立刚说最离谱就是高雄也可以这样放，那龙介先看到这个。台风政治学，我看有六个县市昨天晚上本来说不放的，后来就算不达标，哎也全部放，所以整个台湾都放假了。高雄风是不大的，但是高雄的雨可能会比台南多了，哦，但是因为都还没有感受到嘛，所以害得昨天晚上王敏慧的 FB 就被 K 爆了，说啊。人拢绑啊，一样绑，压力太大。那你说嘉义县是共同生活圈，那嘉义县也宣布了，就因为从高雄一宣布，那就大家跟着来。那各位就可以想想，十二年前也是龙年呐，哈，龙年呐，那一年啊，也是来了一个台风，然后就创造一个神嘛，你忘了吗？南部啊，六个县市啊，就都放假，只有台南市宣布不放假，哇！结果真的台风就没有进来，五个县市长就被骂爆了，但是县市民赚到了台风假，但是产业界觉得说这样我们又亏损了一天了，哦，那所有台南市那个时候我们的。造了一个神叫做赖神一出来所有的媒体赌麦啊，他就讲了，我是研判了、啊、到早上五点多，就他一直在看、啊、他说我不是只有看气象报告啊，
这个我有一个长期哦，在成大有一个长期研究的气象团队哦，所以啊，我看到早上五点多，觉得这个哦不应该放假，所以他没有放假。我会关机，大家拢得啊，哇，他变成神了、啊。那当然，台南市民那一次少了一个台风假，本来大家很就是很 angry 啊，啊，后来大家看到哇，他真的神，就大家拍拍手放烟火，就变成神了。那再过了两年，又来一个台风。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其他五个县市长都不敢宣布，大家都在等台南市宣布啊。你宣布了，我们跟着你宣布啊。好，那这个台南市的那一次就宣布正常上班上课啊。那其他县市长啊，那就正常上班上课吧，跟着赖神来。结果那一天早上一直到了中午，狂风暴雨，哇，太惨了吧。到了快中午的时候宣布下午停班停课，哇塞，麻烦了。都有阿伯阿姆啊，阿嬷、哦、爸爸妈妈上班了从公司回来呢，摩托车穿着雨衣要到学校再巡啊，哇，开边骑车边干胶啊，是不是已经啊？雨这么大，我是没办法去载囡啊。后来我们赖神呢、啊，就到外面去巡视啊，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哎，小朋友，风雨这么大，你怎么走在路上背着书包？所以才有了这个赖神劝童啊，这个画面出来。所以台风假说实在是啊，不，你害的吗？还问我，对。太好笑了，很为难这些县市长啊，嗯，所以有时候猜对了，你就不要哎，你还叫个鸟为？那记者问你，你哎呀，我不是只有看气象报告，我有一个二十几年有一个气象团队，结果下一通就闹鬼啊，就翻车了嘛，对，所以我是认为国家有定标准嘛，所以昨天。晚上七点半暖男也是因为依照这个标准，因为高雄市的雨量是超过1000公里，很大，预测啦，预测、哦、那台南是1000到1300嘛，高雄好像将近要达到快1800、哦、所以就是整个大的雨量，那当然未雨绸缪啊，未雨绸缪你也不能，我是觉得这个因为我刚刚看好像天气还不错，但是你刚看那个图，就是因为有中央山脉，现在是中央山脉的效应，所以我们西半部呢不会有很大的感受。那其实在东部应该慢慢越来越强了、啊哦，所以这个还是风水火无情呐、啊，水火无情呐、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尤其是这么大的雨量哦，真的就会，各位如果想一想，在1823年哦。在整个南台湾啊，连续下了7天的大雨，所以整个曾文溪溃堤，就台江内海整个淤浅，才有今天啊多了这么多的土地啊，台南才会变成一个最好的港口。一湖二路三艋甲就是这样毁掉了，台北开城，所以整个航运哦、啊，当时的三交就北交、南交、唐交，就是做两岸贸易的哦这些，那整个航运改道啊。所以艋舺就串起嘛，哦，台北开城嘛，台北开城了后呢，台北富建台北富，所以整个重心啊，经济重心就变成移到台北了，这是一个台湾啊，一个经济版图的大改变，其实就是台风，哦，一个台风地理因素啊，那改变了，所以这个不容小觑的，因为天灾地变啊，人。大自然的力量不是我们可以去抗拒的，虽然我们现在有科技啊，可以看到啊台风眼啊，可以预测它的路线，有很多的数据的收集，那只是让我们未雨绸缪，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对了，因为大家真的台风政治学，像卢秀燕立刻下飞机就赶回来，那在暴风圈外的赶快先宣布，他不是下飞机赶啊，我跟你讲。他是到美国夏威夷，对啊，美国啊，哦，一下子几个小时没有行程就折返了，对啊，
我认为他这个态度是对的，正确的啊。不管虽然这个外交很重要了，也许本来有安排要去见一些重要的人物，但是这个让人家觉得他就是妈妈市长啊，这他这几年来做的妈妈市长就是这样子啊。虽然台中市今天也是宣布这个。本来也是不用，本来是上班上课，后来压力太大，其他人都放假了，晚上深夜临时改变决定，停班停课，但是早上也是出大太阳，是。对，这压力很大呀，哈！你看看这个台风政治学的这个效应，每天都是。可是我忘不了那个时候，苏贞昌当院长的时候，习惯点名哈，我苏威武哈，谁谁谁没搞，谁玩到，谁没有，谁是回报那种政治学。哎，这个台风要看哦，因为应该台风圈真的进到台湾来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是风雨最剧，根据所有的研判都是如此。最严重的时候，明天早上跟上午哈，我在赶快不要再，我们再当找到车子来上班嘛哈。好，然后呢，明天才是真的重头戏，大家真的要严防台风，应该也得放台风假的一天，所以就直接白白放两天都丢了。就算南部说高雄政治选民众高兴就好，就宣布放假比较安全哈。不过还好，很多企业现在几乎都是可以线上哈、哦、离线作业嘛。说实在，有一些责任制的工作了，你今天不上班，工作还是你的了，啊，不然会给你倒责了。好了。这个现在比较科技了，但是说实在，哎，不，我们赖总统不晓得有没有已经进驻这个防灾中心了吗？还没看到，我只看到他去，所以他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始点名那个台南市、高雄市、台中市哪边还没有到。我只有看到他去了汉光演习，三军统帅的身份去现场哦，关心呐、啊、哈。那当然，汉光演习今天澎湖的部分好像还持续进行，其他通通就暂停了嘛。那赖清德，你最熟的朋友哈、哦，那。全代会很多人讨论下来了，整个权力的重组哦，就像台风一样，以为说我卷过去的东西哇哎哦，全部都一把抓的，哎，结果想不到有意外发生。你觉得对这赖清德来讲也是一个警讯吗？嗯，陈廷辉的中执委的选票有多高，他的危机就有多高啊，哦，就是赖清德的危机就表示。党内有一股力量在凝聚，在对他做出无言的抗议，所以你越要封杀谁，我就要越让这个人出现。这个在很多政治政党里面的那种都会看得出来，逆风而行的这个陈廷辉反而得到了最多的支持，然后操作选票的，你看九席。中执委竟然只选上这个两个中常委，真的啊？那郑国会，他们另外四席的鹰派四席，啊，结果也选上两席中常委，所以你可以看出整个运作啊，要想包山包海没有那么容易啊，而且人家说德不孤必有邻，可见了。我们赖主席啊，这个并不是德不孤啊，一向就是孤鸟，他是孤鸟。坦白讲，选秋他真的在民进党内一路走来就是孤鸟，所以在这种策略的运用里面呢，他搞的是就是找人操盘啊，所以潘孟安也好了，林佑昌也好，帮他这次是不及格的，这个。也许会被清算了，只是不会浮到台面上来。这一定有人跟赖清德打包票啊！哦，我们现在有多少票？我们可以拿到几席？所以他才会去参加童子军的时候面带微笑哦，那个时候都已经哦，这个运筹帷幄，告诉他大概情势已经底定，陈廷辉大概三阵出局了，哦，没有问题。后来。昨天参加汉光演习去的时候，你看，就一个不阿明，脸色很难看。哦，那脸色真的很难看啊，那你就可以看出说，
对于整个721的选举结果啊，好像看起来风平浪静啊，没什么。其实内部一定有很大的检讨哦，谁跟你打包票的？你选秋，你告诉我可以几席，掌控几席，谁可以怎么样？结果出来，这是操盘哦。嗯、我跟你讲，党内选举这是必须要有人操盘的哦。嗯，他要换票啊、哦，要配票，然后整个票怎么跑？再来就是郑文灿系列哦，他们最后还在讲什么？哎呀，我们还支援他5票的党代表票哎、欸。哦，所以他才让那为什么最后会把啊事情过了就算了，5票党代表票算什么？3席中执委才会选上1席中常委，那一席中执委最少票的是18票，最多的是19票，哎，多一点的19票有陈廷威是22票，嗯，所以你说如果54票都18票的话，就3票就54票，那加上一个2票18票1票19票，55票的党代表才能选上一个中常委。好、哦、那你换5票给人家斗内人家去选中执委，你就要多一席中常委，这不合理啊。哦，所以人家到了最后这一票中常委盖票的时候，我就给你盖2个印章，另外一票就是盖给郑文灿。这一票其实就是盖给郑文灿嘛。哦，就是说你对郑文灿这样子追杀嘛，那我们桃园帮的桃园派的他毕竟是大阿哥嘛，哦，而且做人也要讲道理，不要说现在落井下石哦，郑文灿被收押了我们就全部不理他，我这一票就表示对给郑文灿一点点温暖啦、哦、那就等于是打脸赖清德嘛。这一票比少一席中常委、哦、这一票亮出来，而且讲我是故意的，比新潮流少一席中常委更严重，那个效应哦更难看了。对党主席、总统兼主席，这个党主席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哎、欸，哦，所以对这个党主席的打脸呢、啊、是相当严重。可是操盘的人是谁？到底是潘孟安呢，还是林佑昌啊？所以你们谁要出来哦、啊？对赖清德负责，赖清德这笔账会找谁算？有以观后效了，我们要看是、这个要观察，因为赖清德的个性不是说这样的遵守、啊、你都不用负责、哦、专家这样理理当当，以前他所有的操盘手就是黄先柱已经走了、哦、台南市这个、哦、黄先柱这是我的好朋友了、哦、那我们很年轻就认识了，那他离开以后，不，赖清德一路走来所有的选举在他前年离开以前啊，所有的选举都是黄先柱挂总干事的啊，所有的操盘。那这一次呢，这种操盘方式啊，赖一定非常啊不适应，变成你选前讲的，然后又掌控党政军，然后行政资源一把抓，那你们连配票都不配了，对，这个很简单的算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问题？然后你还事先，我还杀了一个大阿哥，借大阿哥的人头一用，结果你们就这个显然就是没有得到开鸡没有尬搞啊，开杀了鸡没有紧猴啊，猴不理你啊，哦，猴继续上蹿下跳啊，所以这个对赖清德的党内领导，我跟你讲，浅秋我们看赖清德就是说在党内的领导是已经面临挑战了，但这种挑战并不是正光明正大站到台面上来，而且串联陈廷辉的票从哪里来，对不对？从哪里来？那这个当选的中常委他只不过是十席之一，那再加上当然中常委十席、12席、13席之一啊，对不对？他也不一定能够翻起大风浪，可是他当选，你们从郑国会来把他拿来当投名状，然后开除了他的郑国会会籍，再来就是全面封杀他，然后他很卑微的说，我只求一个公平的初选，让他这样的对照好像你是吃定他了，结果他又一经突取啊，突破你的防守线当选中常委。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党权的领导，说实在，在各党里面
都一样，只要你党主席面临到挑战了，都会很困难，都会有这一些有的没有的哦，秘辛会跑出来，而且这种争斗啊，不一定会刀刀见骨，也不一定都会遍地鲜血，但是这种争斗的存在啊，会存续。但我也很怕这种做法会引起赖清德的杀机的。你看他会砍郑文灿，基本上我是给他点赞哦，但我不断在观察你是不是拿司法当工具。哦，当你是拿司法当工具，你会侦办你的同志，不同派系的同志，那在野党更跑不掉了，在野党就更跑不掉了。那这种政治侦防啊，是比集权共产主义的威权国家哦，甚至比一些这个哦集权领导的更独裁哦，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小心的哦。但是我一定会继续观察他。我无，因为今次我监控比较几档啊，哦，我的本来就拢安尼啊，政治侦防二十几年了，所以我很能理解。啊，被征访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龙杰先生，我们进一下广告哈，广告回来看两个人的动向。哎，这个事情牵动几个人，很有意思，代表英系吗？不同于赖系的人的反扑吗？蔡总统不去全代会啊，现在都不参加这个民进党的事务，可是他昨天哦，在 Chat 上面干嘛呢？他分享他参与了美国智库的视讯会议啊，告诉赖清德什么？哦，而且他这个耐人寻味的动作是如此。还有一个人，柯文哲，虽然那个日本学者说什么，他最好可以去选台中啊，哈，可能是适合他的。结果柯文哲回应，哎，他比较适合选台南会高或者是高雄。哎呀，台南，所以加上陈亭飞，加上这个柯文哲吗？台南对龙介先来讲，这个选情怎么样？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的讨论哦。休息一下，刚看到我还没去采买呢，我家那个物资一空。我昨天我刚刚看到，好像所有的超市的菜啊、肉啊都被抢光光，物资都没了，泡面都没了。大家有买到吗？你们那边的家里现在还不是问台风动态？台风动态目前应该是还好，晚一点才会比较，中午以后比较严重。那你们那里呢？物资都抢到了没？天哪！大家好啊，早安啊。今天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中午的直播节目虾米监察院先停播，因为大工作人员都是休假，然后下午本来要去东森，那也都暂停了，先停止了，所以我今天就只有广播两个节目。明天早上也是要来，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明天怎么早上怎么来，明天恐怕凌晨清晨是台风最严峻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安全哦，这不是开玩笑，这次这个路径真的不得了，的确是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而且现在这个各种的状况有点复杂，明天都不找来宾的嘛，除非郑丽文住在对面可以来，不然就大家打电话进来好了。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事。我们继续跟谢龙介委员连线哦。刚刚前一段谈到台风政治学嘛，谈到赖清德在党内呢，哎呦，以为一统江湖了呢，怎么有人造反啊？那有这种某港宽的声音，哎，当然这个暗潮汹涌里头，蔡系、英系啊，其他派系绝对功不可没啊，甚至赖陈其迈啊，还被说现在是非赖系的共主哦。这种情况之下，蔡英文突然。本来什么都不参加，也不参与任何活动的，突然在 Chat 上面公布，哎呀，他跟美国智库视讯连线。哎，美国现在政情最复杂的时候，赖清德你 hold 得住吗？哦，蔡英文要告诉赖清德说，我才 hold 得住吗？还有柯文哲，当这个日本的学者小笠原说最好柯文哲应该选台中，就他回答说，他应该要战略考虑的话，要选台南或高雄。不会选台中，这个事情整个并在一起看，就都跟台南选情有关。龙介先怎么看？这个蔡总统啊，这是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啊，他弄一个智库的座谈，那当然点一下杀鸡儆猴，你是儆的是哪些猴？是那高子高孙哦，还是我们本这只高王？哦，所以你在警谁？但以整个形势来看呢、啊，美国对蔡跟赖之间呢、啊，相对的是比较信赖蔡英文，所以赖清德动不了蔡，现阶段完全动不了，而且蔡也不是吃素的，从当年2019年赖清德其实初选表面上看起来是初选输了，事实上是最后弃械投降的，送到最后那一个多礼拜就是弃械投降，那最后呢蔡再把他招纳到麾下当副手嘛。那这过程为什么会弃械投降？我想蔡英文当然 掌控了很多资料、哦、那怎么容易让赖清德屈服呢？那这些资料就是极少数人才了解的、哦、才了解的。那所以美国在这种当下呢，他你看看上个月哦，我们那驻美大使哦，不是有人把黑资料丢出来吗？对，那是极内部的资料，包括采购啊，包括什么、啊、然后说他浪费了将近800多万啊，怎么样啊，买了什么不该买的买了怎么样的。请求各位网友你要了解，我们搞一个驻美大使派一个驻美代表，不是我们要派就派、欸、当然必须美国老大哥同意，他这个人可以，我可以同意，而且我们跟他工作没有问题、哦、啊，可以传达我们跟台湾之间很多共同的意见跟理念的、啊，这是全面性的考核的一个人、欸、好，那赖上来就是想要掌控国防军事、两岸外交嘛，哈、哦，所以。这是刻意有人从内部把资料丢出来了，结果不到两天哦，老美就来了电话了啊、哦！那你包括 AIT 转述的，谁敢就你们对我美国完全一点都不尊重，怎么可以让你这么玩呢？你要想定一尊，你不要拖美国下水了哦，这已经一个讯号，你可以从这边去看，所以。第三天林佳龙就说了啊，没有那么多了，200多万了、啊哦、啊，这个有一些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等于帮他在圆了啊、哦。我觉得很奇怪啊，假如我今天派王浅秋哦驻日本代表，或者驻美国代表，或是驻欧盟代表，他说他假日还开公务车去逛。我问你，浅秋，你要开车，难道你还要从台湾配，把你的车配过去吗？你为国家去那边当代表，本来就是，不就是驻他国的大使，你有假日的吗？然后你说、你很多假日就是在为国家去做这些外交工作的。对呀、啊。然后你开车有什么不对了？我看看其他驻外的大使也都这样子的，公务车我还没有，他还没有叫司机开他。开车送他去耶，所以这种连这种操作这么粗糙啊，都丢出来的时候，那你会觉得说这就是斗争嘛？那利用你去利用美国老大哥同意的人出来做斗争，我跟你讲，他就会给你赖总统赖清德给你点名，他会点你一下的，所以各位可以看看说。蔡英文为什么要跟美国做这种视讯，然后把退出来，把他退出来，对不对？这个是意有所指，所以我说他是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提醒清德兄啊，哦，美国啊对你阿哥无啥信任的啊，哦，恁中华哥你最爱啊，哦，忙安尼啊，对不？所以这个从不参加。党代表大会，其实这是表面上是给赖清德一个尊重，这个手法很细腻哦。你看他在操作跟
赖清德在操作是不一样哦。蔡英文的操作是，我不参加党代表大会，反正尊重你现任的总统兼党主席，哦，但我去跟你的老大哥，哦，开个视讯会议。可是我们的阿扁就上来了啊，阿扁就来了，阿扁啊，你来当扁哦。蔡英文你给我特写，讲好啊，拢无给我写哦。啊，这边我来当我什么人？嗯，你们看，大家问看，我讲阿扁的这边是当我什么人？哦，对不对？嗯，哦，要亮票啊，阿扁的想要干咩啊？你哪敢问伊的讲啊？诶，有机会你可以电话私信他哦，私信我们扁哥，看他这一票投给谁，对不？所以。这个政治学啊是各自不同在应用，其实阿扁也很善用。欸，我插个话，因为昨天同时间差不多也传出来新头壳的一个独家报道说，哦，赖清德已经下令枪击案之后全部转向支持川普，后来这个新闻赶快下掉，然后又完全总统府否认，搞不好是不是赖清德，欸，没有操作那么细腻的人，他都觉得啊川普会赢啊，我已经要去抱大腿，然后结果拜登政府有意见啊。我实在，我感觉这什么人是倒一个地方的优哥，所以你看他要清清澈啦。我相信他一定有这种说法，哦，可是你旁边用的是什么样的人？怎么连这种事都会讲出来呢？这很严重呢，欸。哎，四年前你们已经压错一次了，欸，四年前。全部压在川普身上，结果拜登当选啦，啊，怎么会这样？我想喊嘛，想喊嘛，哦，那川普不要忘了哦，陈水扁挨一枪那么大枪哦，啊，李秀莲还受伤哎，才赢一万多票哎，对不？才赢一万多票吧。没有22000多嘛，哦，对啊，后来重新验票嘛，哦，对对，验票完了好像剩下17000多嘛，哦，是这样嘛，嗯，那你看看贺锦丽，他一宣布不到48小时，哎，现在募款已经超过9000万美金了，对，而且都是小额抖内的哦，是是是，那很可怕，嗯，小额的，对不对？这些小额的募款哦，就是我不但把钱捐给你，我还帮你拉票，欸，所以可以看出说两个阵营哦。好，那你在笑这个拜登是年纪太大了啊，83岁啊。请教你知道川普几岁吗？小3岁啊，79啊。对啊，嗯，啊，永安台湾回神医嘛，被造完嘞。嗯。哎，欸，对，哦，台湾人不是在讲告的吼，哼，啊，用咱台湾回声，你被造啊，嗯，对不？对，所以那贺锦丽呢，对不？所以政治就是充满不确定性了。那我们怎么可以在你压川普跟压贺锦丽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他们对美中之间的对抗是不会去做很大幅度的改变的，嗯，那我们难道你压了川普，川普就不会把你当棋子吗？川普就不会叫你缴钱吗？川普就会要你打八折吗？保护费可以打折吗？哦，哦，我有事先压啊，我有抖内啊。我跟你讲，台湾一向是两边抖内的啦。哦，你要通都去做，两边这我们不会查你的账，对不对？啊，你可以从中牟利，我就会查。那如果真的是透过公关公司啊，透过游说公司，那我们知道台湾中华民国从1949年以来，外交处境就很艰难，很多事情就必须做，尤其跟美国的关系。但是维持良好的关系，做兄弟、做朋友都可以，不要做父子嘛，免老爸讲话，囝就爱听嘛，对不对？哦，啊，然后给你的三流的武器收你一流的价钱，我跟你讲 ，F-16 人家买20几亿，我们买60几亿啊，所以这个就是保护费嘛。那倒不如我们要最好的，你把 F-35B 垂直起降的卖给我们，要不要啊？
这才真正是对台湾的 空军优势嘛，我们才保有一点点优势嘛。否则现在几乎所有卫星这么发达，每个国家的国王我们也都知道大陆的机场跑道在哪里，那他也知道我们机场跑道在哪里，那我们第一时间就算相互毁灭，你可以把他所有的机场的跑道搞掉吗？我们肯定是会被搞掉的。所以你的 F16 升级有意义吗？当然现在演训是有意义啊，但真的到战时 F35V 垂直起降才是真正能够保留你空中的优势嘛。可是美国要卖给你吗？所以他如果把你当棋子，他是拿着你去跟老共谈价钱呢，跟他是安内呢。不要忘了，六年前，川普说什么？大陆就是这个桌面，你看看，台湾就是这个笔尖，啊，好，那经过这四年来，五六年来，他慢慢觉得，哎，台湾不只是笔尖呢，台湾这个笔里面还有很多墨水。有金库哎，可以开金库吗？是吧？所以 money money 啊，岛内啊，这个保护费交出来啊，而且这个笔尖有作用的，我可以利用这个笔尖把这个桌面啊搞花掉、欸，戳啊戳啊戳，对，然后我就利用你，让这个桌面就说你不要戳我嘛，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利益的嘛，哦，那你就把这个笔给我收好就好了。所以很多大家为什么很多国际形势研究跟地缘政治研究，大家就会讲中美会共管台湾，那我们是被共管，你每天在这边杀鸡儆猴，在野党跟你提出一些忠告啊，你不喜欢听，你不喜欢听的话，你就说你要放这只鸟出来，放那只鸟出来啊，要放鸟出来干什么？大家，你应该寻求在野党的合作嘛？是哦，大家怎么去福国利民的民生法案多做一点？我跟你讲，对于两岸的形势跟维持和平跟整个国际形势，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啦。北京大陆这边也不会说想要挑起战争嘛？那你不要利用人家的一点善意，你猛戳。你就把那个紧张升高有意义吗？你为什么不能回应一个善意，相对的一个善意的回应，然后两岸越稳定越和平，我跟你讲，美国的保护费就给你收的percent 就越低嘛，哦，就会变成我跟你做朋友嘛，他就不会是我爸爸，你是儿子嘛，你要去改变整个形势嘛，哦，所以这个从这边看出来啊，哦，蔡赖之间的问题确实的还是存在。那柯P就不用讲了。哎，等一下，等一下，他现在对不起啊，让往南拍起拍起，让我进一下广告，因为既然这题应该可以还深论很久，进广告回来。柯P选台南，加上陈提飞现在在党内造反，对台南的选情怎么样？马上回来。休息一下。哎呀，台南很热闹啊，有龙介先生好。本来今天应该在现场的，结果因为台风的关系留在台南了哦。大家风雨都还好吧？应该现在都还好的。只是觉得赖清德的操作是真的很粗糙。你看看，如果这种消息说我要挺川普这种消息都可以传出来的话，然后马上接着是蔡英文跟美国智库的连线，大家不觉得很怪吗？大家不觉得时间都太巧太刚好吗？那拜登政府是抓狗诶吗？一定是不爽了，一定是在交办事情。延期啊，嗯。每个孩子都可能成为伟大的发明家，科学发明来自于解决问题的好奇心。小牛顿科学有声书，改变历史的大发明，用生动有趣的发明故事带孩子探索科学知识，请上网搜寻滋滋线上听或下载手机 APP。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千秋万事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壮新网千秋万事，我们要连线龙介先。之前我先有个最新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台湾整个台湾都放假嘛，唯一没放假的是金门。那金门今天其实一早有个比较相对好的消息，就是陆船在2月14号发生的翻覆案呢，有望有共识要签一个备忘合作的这个模式，就是说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了家属，对方的家属希望遗体啊船只赶快归还回去，还有抚慰金啊，可能有一个可以谈定的这个方向。结果呢，结果这个会谈刚刚临时传出来，中方代表没有办法来，不知道跟台风有没有关系，所以被迫协商延期啊，不是取消，是延期，还是希望之后可以好好的谈。好，那个两岸这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有对话机制的，哎，有一个这样机制当然是好事嘛。两岸要沟通的话，我们就不会像龙介先讲的，我们就不会当人家儿子了嘛，我们就可以当朋友了嘛，哈。好，来台南选情，龙介先，我们来帮我们谈一下。林俊宪跟林听跟陈廷飞两个人的选情，这一次全代会展现了一个实力的不同。而如果加上还有柯文哲说，哎，搞不好往台南选的话，你怎么看？那柯P他有他的高度了哈，他讲台南高雄，其实这是一种战略性的一个政党的战略性的话语啊，好像我只有台中，因为台中是蔡壁如已经在那边开疆辟土嘛，啊。所以好像有一点点基础，那刚好卢秀燕也到任了，啊，所以有人在这么讲。可是因为卢秀燕的到任，他势必会安排有人接班嘛，啊，那有人接班的话，就会自然而然国民党会有特定的人选，而且国民党你不要忘了，国民党在台中有几席立委，六席耶，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变成说这边呢。对国民党来讲，势力是啊依旧存在，而且江启臣也筹备上次就是跟卢秀燕差一点点，但是他就让了以后还当当卢秀燕的总干事嘛，是哦，所以这一点，我想这种形式柯P当然知道啊，所以退而求其次啊，我来歌咏台南好不好？好啊，没啦，啊，那台南就牵扯到绿营的。内斗嘛，哦，他也看到，大家不是我跟柯P看到，是大家都看到了，哦，砍的是刀刀见骨。那已经他们已经初选半年了啦，请求他们从1月13选完，1月14就开始初选，1月14初选啊，会选到后年的3月提名了，所以还很久。那我当时就讲说，民进党有6个立委，其他5个加起来支持度都。赢不过陈廷飞，哦，那确实民调出来也是这样，哦，现在从今天开始往后半年以后再做的民调依旧林俊宪是不敌陈廷飞啊，哦，所以现在有放出风声说台南是有3个人在争，哦，陈廷飞、林俊宪跟王定宇是吧？对，但是王定宇很早就去跟赖清德，哦，表白了啦，苏成，但是，对对对，但是如果我是赖清德，我也会这么操作。你不要说你不选，你也不要说你要选，你就保持模糊的空间，然后他们会去做内部的民调，然后这段期间开始，从2个月前、3个月前。大概就是赖清德520上来以前，上来以后，所有的行政资源什么全部都挹注在林俊宪的身上，所以再过一年多才会有初选嘛。那现在慢慢他会让林俊宪茁壮，他最后会看内部民调，就是王定宇有参加在内的民调，对两边陈跟林之间怎么影响。王定宇如果没有参加，他们两个民调怎么影响？等于是王定宇吃掉了谁的票？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变成一个活棋，所以未来这个一年半到两年了，王定宇是有相当大的价值，他已经创造他的价值出来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台南。那柯P还有一个
选择啊，到高雄啊，对不对？嗯，高雄暖男也是两任到了嘛，准备要入阁了。嗯，所以高雄、台南，这就是柯P以他战略的啊状况啊来谈的。但会不会真的下来，不知道哦，不知道。所以你就可以看台南民进党啊是砍得刀刀见骨，而且又是赖清德的本命区。那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陈廷辉出来讲，台南枪声不断哦，黑金之事充满了黑金哦，这些怎么样？所以赖清德才会讲烂哦。3月14他回到台南讲，恁家他对着群众哦，恁家的议员甲立委尻川规矩毛，台南市民拢知知的哦，底下就掌声四起啊。哦，你们没有资格讲黑金，哦，但是我身为一个老市长，我很痛心，市长起来，立委起来，议员起来，把台南市民道歉，有没有？有。我现在是原版原音啊，哦，所以当时是有人陈廷辉有意有所指的说民进党是黑金，然后外面也讲民进党是黑金。就他出来就讲，恁家大概尻川规矩毛市民拢知台，恁无资格讲黑金，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台南是斗得多严重。那这又是赖清德的本命区啊，他不可能让他失去啊，那也是沦陷的谢龙介出来呢，对不对？所以伊就是专业诶，另外搞嘛，啊，不然也一直出招嘛。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南台湾啊，尤其是台南市啊，所以我认为柯P来最后来这个几率也不高了。到台南的几率不高，刚刚讯号不好，讯号不好，所以龙介先生说柯P去台南几率不高。柯P到台南选的几率不高。哦。啊，就是他如果要到台南来，因为以台南这样，台南确实是有可能，因为台南市民想要改变。那尤其是整个光电的官商勾结是极其严重，我看已经严重到现在只办一个案哦，然后一个案就图利91亿啊，再来就是这个案哦，总共有几百案呢、欸，然后你说这几百案都这局长接受性招待，这个陈凯琳局长能操控吗？是这样吗？市长没有吗？好。那杨文科那个一个建筑案啊，地下城线啊，一个公务局长，你们就说是县长一定知道嘛，不可能不知道嘛，对不对？那这个几千亿上兆的，会是市长不知道，只有一个局长被关，他全部扛起来。如果是只有他一个人扛起来，他为什么要拿易拉环去割啊？嗯，哦，对不对？他这个割的动作就是在向外面的人、哦、提点一下，也是一样，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们回去给他顾好势哦，哦，没后续我确定就会讲出来哦。所以难怪台南会争斗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也不会期望说他们去分裂或者什么，我还是一步一脚印，就是过去两年前有投票给我们的这 43.6%的乡亲，现在碰到我们都不断给我们鼓励，他说已经压力大了，看不下去了、哦、你要自立自强、哦、那你最近在立法院，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希望你、能够多为台南发声、哦、那讲一讲，把它导正过，其实这就是乡亲市民有想改变，他们也看到问题了、哦、这就是对整个南台湾，那高雄好像哎，反而浅秋你从高雄出来你就知道啊，反而高雄好像问题没有越来越少了、欸、听不到声音出不来啊，是哦，那你就知道包围了这个媒体多么厉害啊，他们多么善用，难怪叫做暖男啊，嗯哦，然后所有，但坦白讲他音乐会办得不错，这个音乐会让很多年轻朋友、哦、就觉得哎、欸，你们台南，我们台南很多人去啊，少年的讲啊，咱台南嘛无也无大巨蛋，也无上，逐项拢无，按着你来这去掉了，紧来用一下哦。其实
这个就是各出奇招啦，政治就是说你怎么让市民过得快乐，像韩国瑜当时哦，莫忘世上苦人多，激起了大家多少善良的心啊。那一年啊，我跟你讲，那前后两年多啊，等于很多弱势的人莫名的得到很多的帮助、欸、为什么？就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关怀变多了啦、啊嗯哦、那一种善的提升，所以你当一个市长你是可以有起到一个这个起到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那你展现的是善或者是恶。今天我们的赖总统一说话就是杀杀杀哦，还给尬搞，那就整个未来的四年，台湾就是会遍地烽火。时间到，时间到，因公台南